在布鲁斯的大力推坑之下，就突然站上台了。然后因为其实布鲁斯早上有 demo 过，就是那个寻情大补贴。那我们没有太多新的东西，那我们只好靠人数来比拼。然后我们就是有大概五六个工程师很多，然后我们今天解决了蛮多 working items， 就是在让选前可以让这个东西更完整。那然后我今天也解决了一些那个前端写式的一些 style 的东西。那反正就让大家上来讲几句话，反正没有画面，我们看一下大家。哦，大家好，我是博俊，然后我这里是做后端的，但是因为今天开后端的那个工作人员没有过来，所以说我这一天主要做的是调整文件。就首先，这种是工，如果你是工程师的话，那文件是很重要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说我今天打开的话，我看到就是说，哎，你用什么语言？然后，哦，原来是用 Go， 好。然后接下来，哎，你用什么资料库？没有写，哦，查一下，哦，原来是 MySQL， 哦，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把几个专案 build 起来，然后 build 完了，然后改一下文件，然后准备发一下 PR。然后这时候想说，哎，你们这有没有 contribution 点 nd？ 哎，没有。那你们今天是怎么贡献的？那这个流程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去问一下。然后如果有的话，那像接下来之后，那如果要开 issue 好了，那你今天有没有 issue template？ 有吗？没有。好，那要写。好，那有没有那如果你将开 merge request 好了，那有没有 merge request template？ 有吗？没有。好，开一下。所以今天主要都是改一些文件，就是让后进者能够减少一些需求，减少一些工作困难的事情。好，谢谢。我是唯一这一排里面不是工程师的人，然后因为这个网页里面他有一些提到这个立委他有提哪些法律案，然后通常这些法律提案都很复杂，然后又漏漏等，然后就会看不懂，所以他们有做一个要把他们提案，就是立委提案的法律变成一句话的白话文，然后今天就是写了几条，边读不边写。我是艾蕾斯，然后我今天就只是设设环境，然后吃喝玩乐，和大家聊天这样子。对，那非常感谢 Bruce 邀我们来做这个 project，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毕竟选举也快到了。那希望大家1月11号记得回来投票，谢谢。我是Doris，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黑客松，然后也是跟政治相关的，反正 GMB 应该很多都是公共议题这样。那我的责任就是要推广，就是麻烦大家一定先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就是未来有机会我们会上 Instagram 版，如果有可能，如果大家做得完的话，然后就是这个是还有Facebook 的连接，对，这是 Facebook 的连接，那就希望大家多推广给身边不了解或者是自己不了解那个我们台湾有哪些立委，有哪些政，他们有哪些政绩的，就是麻烦大家讲，谢谢。谢谢大家，就麻烦大家再帮我们按赞、追踪、分享这个立选前大